我们已经坚持了36小时了，再坚持一下，援兵很快会到。 先ほど誰が銃殺されたの？俺彼らだ。よし、よく研究した。小村家が米国のウェスタポイントの卒業生なんで、よかった。よしな。ねえ、指揮官なんだよ。二機司令官と。 同じじゃないか。中国の属国で、两军相逢勇者勝。我々は、小三家と、どっちの方？強いか。我々だよ。当然我々だよ。伊達君、君は嘘だね。自分の本音を言って。 彼はあえて我々の戦略域ではこんな戦を想像できないよ。バカ氏の宇野、国民と第三戦域は2つの手段を調達し、西高の南から北の方へしている。伊達君、彼たちは何をしたいですか？彼らは36時間以内には西高を越え民間府を攻め込む可能性がある。36時間。 耶！耶！快走，快！同志们，啊，39师师长车站快来电，让我们尽快赶到李家铺。 新四军特遣支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半小时以后在林家铺发起攻击。好，好，好，我等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谭克平，他率领的新四军特遣支队是一帮能打硬仗的爷们儿。谭耀根，到，命令炮兵轰击三木红日的正面阵地，把他牢牢地钉在这里。等新四军一到，我们就把锁住三木红日的大门，上到双保险。是。 从桥上正面进攻，是，行动。
第5航空連隊の偵察の報告で臨火港の近くに新四号が出現するそうだ。カナの一頭は臨火港を攻めようとし、側面から小船会を応援するわけだ。彼たちは何いる？千人ぐらい。彼たちはどこ彼氏だ？新四軍の千人なら、その戦力がすごくあるさ。それは新四軍が後ろ盾で、小船会がこの戦に強くなったわけだ。これは小船会歓迎です。彼たちは我々関係ですか？小船会がこっちを見くびたもんだ。命令を出して強行しでしょ。正面から攻め込むにはその代償が高すぎ、タスクフォースをボーディングから潜入させ、ストレートに小船会の司令部を攻撃する。奴らの指揮システムを乱そう。なんとか小船会を滅ぼし、それから新四軍と決戦。命令しろ。ボフコ捕撃。少师长，三木红儿突然对王福寇发起攻击，说明他改变了进攻策略。参谋长，好，命令马金龙监视王福寇方向。是。少师长，清江口南岸的部队至少还需要12个小时，他才能对三木红儿形成合围。那我们就把三木红日死死地盯在这里12个小时。在林家坡发起了进攻。好，我知道。敌人要进，别战斗。是。战斗！子涵，现在被我们三小时之内突破出去。来，成员到，围练下战盔，三小时内坚决过河。又一个，Thank you.
不好啊！马金龙，怎么回事？指挥部附近发现日本特种部队。在哪儿？报告，报告师长，通信站让小鬼子给炸了。马金龙、康永队，带上你们的人，干掉他们！快，快，快走！快快快！快快快はい、はい、新宿君、現在どこですか？彼たちは忍者町公園橋だ。命令を。あれそか、忍者町攻撃。咱们怎么向友军联系啊？吴克松，到！立即用步话机向新四军喊话。是。肖师长，步话机的有效距离不可能跟新四军出征的联系。立刻喊话，快！是。东拐，东拐，我是幺五幺，我是幺五幺，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同志们，小鬼子又上来了，准备战斗。是。队长。队长队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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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我们和肖战鬼失去了联系。支队长，支队长，你们两个带好部队，打过林家桥，支援肖战鬼。老谭，支队长，老谭，老谭，队长，队长。快动来，我是幺五幺，我是幺五幺，听到请回答。继续喊。確かにそうだね。小村会は外部との連絡の途方に暮れちゃったな。ならば陰謀なんば何らかの方法で我々の判断の真偽を確認しよう。そうですね。夕方前に攻撃をやめ、小村会に機会をやって、同時に新宿の方からも彼に錯覚させ、無線通信が故障になったら、小村会がきっと他の通信手段を取るんだろう。
参谋长，别来。你们给我听好了，你们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和新四军取得联系，记住，一定在中午之前赶回师部。请长官放心，拼死也要完成任务。两位兄弟，39师的命运现在就把握在你们手里，明白吗？明白。如果被敌人抓住，就用这把枪自杀，坚决不能把秘密透露给敌人。二位兄弟都保重。是。前支队参谋王世林，我是39师师长肖占奎。啊，肖师长，这是我们支队长谭克斌同志给你的信。特遣支队现在已经伤亡过半，已经没有能力过河了，希望你们能够向我们靠拢，向西突围。向西突围？胡扯！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这不是，这绝对不妥协。闭嘴！送丹丹去医务所，等我出去。走。站住！王嫂，谁？你喊谁？王世林，你以为你穿了一身新四军的军装就能骗过我吗？啊？谭克平绝对不会写这种信，他是个血性的汉子，就是死在战场上，他也会兑现他的许诺。我问你，谭克平长得什么样子？42岁，大高个儿，延抗大毕业。齐瑞是谁？我们政委。报告，参谋长，肖师长有请。把他给我看好了。林家部在向西，我们就可以进入枫梅岭。问题是，我们怎么进入枫梅岭？在这个开阔地的右面，我发现有一条。博兰克上校，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知道。如果三木红日想阻击我们，在这片开阔地上，只要放一个连的火炮，就会把我们剁成肉酱。
你自己吓唬自己。我没那个爱好。那你被三木红儿的大炮吓坏了。你个王八蛋！把枪放下。放下。那些弟兄就是我的命根子，要死大家一起死，要活大家一起活，我绝不会用他的命为我铺路。我警告你，在我的司令部不允许再说这样的话。马建龙到，带上你的人向周家堂、林家铺侦查前进。是，都来。范有根，到。命令部队把兄弟们的尸体埋了。是。心神不定啊。不管他怎么战斗，我们一定要一鼓作气拉过去。是。小三开啊，我没有得有脸，我可能黑天啊阿兹玛尼新西坤哦大概可惜以往啊盘库可黑啊包括呢南口子年面倒やっつけてくれれ公平を命じ先制して新宿を攻撃すると小三家のわずかの幻を破ろだからただ一つの道降参不戦でも敵を退却これは最高の謀略です。はい、警察車来。地图，把地图也收起来，不要慌张，没有东西扔掉。快点，快点，来，把这个带好，快。师长，周家堂以北有两团的鬼子。说什么？你看清楚了吗？让他说。周家堂以北5公里。有两个团的鬼子正在向这里前进。妈的，我看只有在这里和敌人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参谋长，传我的命令，预备队114团向正北运动，坚决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直属营向日军的正面发起进攻，迟滞敌人的行动。115团余部向116团靠拢，朝凤梅岭突围。是。师长，师部怎么行动？只要有一个人没有突围出去，我哪儿也不去。
进驻遭到日军攻打，死伤过半。师长，直属营和日军打了几次反冲锋，只剩下50多人。师长，遭到日军直接轰炸。陆军中团长，你剩下100些团全部阵亡。肖师长，你必须权衡我们留在这儿跟三木红儿决战的意义。你什么意思？这是一枪根本不可能赢得住波啊！你必须让我把话说完。周家塘以西25公里有3条河流，无数水沟和稻田，根本不适应重装部队作战，这一点你清楚，三木红儿也非常清楚。你想说什么？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部队不全力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谁也别想从这里出去。那我们就死守在这里，结果是一样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条出路。什么？防身武器，投降。放屁！把枪放下。是啊，三木红日通过我们的步话机提出要求。什么要求？他要派人来跟你谈判。可以争取一点时间，也可以听一听日本人想说什么。师长，让我去谈判吧。我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金龙带上。是，师长，去吧。是。突然加大了对我军的攻击，
显然对三十九师的攻击有所警报。三十九师会不会？对不起，请交出武器。你怎么称呼？你听不懂我说话吗？通报你的姓名。上校参谋长康有根。你就是康有根？你呢？伊田秀男。伊田秀男是谁？败军之将，没资格打听我的军衔。我是一个士兵，代表大日本帝国。你们不接受吗？伊田长官，你可别忘了，这仗还没打完呢。这种形势，你们还想打下去吗？枪在我手里，打不打由我决定。你们要想打下去，皇军奉陪。老子也奉陪。武藏，哎，把地图拿出来。行。这是挂在三木红日将军指挥部里的地图。你们应该看得明白吧？刁占奎师长桌上的地图也和这份差不多吧？围歼三十九师，不过是时间问题，要么投降，要么统统被消灭。我要是拒绝呢？你应该想一想。这小鬼子怎么对我们的部署这么清楚？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师长，我追随你这么多年，这次就算死了也没什么。你下命令吧。是啊，师长，干吧！打死一个少一个，打死两个赚一个。你们都疯了吗？我们在这儿已经坚持了48个小时，现在全市连伤兵加在一起不过2000多人，火炮、弹药、后勤补给严重短缺。三木红儿只需要再发起一次攻击，就能打到指挥部门口。你给我闭嘴！现在你应该给我闭嘴！你以为你在干什么？我在打仗，这不是大战，这是自杀。肖师长，三十九师已经被压缩在不到6平方公里的范围。如果每次炮火都能造成整排整连的士兵死亡，你不是说那些士兵是你 brother 吗？现在怎么了？你想让三木红儿把你的 brother 全部都杀了吗？肖师长，你是 West Point student，
你应该珍惜你自己的血命的生命。传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根据谈判条款，我们已经放下武器。新四军弟兄们，我是39师师长肖战奎，我是个罪人，三木红日，我要和你说话。